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系葳言華夏，咁我系葳葳啦。今日咧，估唔估到喺边度嚟咧？我又嚟咗大湾区嘅珠海啊！呢度似唔似珠海呢？通常我喺珠海就系影住情侣路啊，或者海边噶嘛。今次咧嚟到呢个区咧，叫做富华里。佢成个设计咧，啊，唔好我讲，我揾我呢个好劲嘅嘉宾。跟住落呢幾集咧，我係請到喺中原另外一個再高級人做我拍檔嘅 Andy 哥啊 ！Hello，Andy 哥，歡迎你好 ，Hello，Hello， 你好，大家好。Andy 哥仲勁我之前嘅啊拍檔嘅，咁Andy 哥係中原成個中國嘅副總裁啊，即係第二、第三把交手就係你噶啦，所以。佢跟住落嚟，跟住落嚟呢幾集咧，都係由佢親自揀一啲好好嘅樓盤，即係佢出得嚟嘅，唔可以丟佢自己嘅價嘅。佢會跟住落嚟揀啲好值得香港人投資或者自住嘅樓盤俾大家嘅，好精彩。咁啊，首先咧，好似你嘅 office 都喺呢頭喎。冇錯，咁我哋呢度咧就係成個珠海最旺嘅區域啦，咁啊叫做中海富華里。咁啊，有商業，有寫字樓，亦都有公園。中海嘅，係中海嘅。咁佢整到好似上海新天地咁樣。冇錯，好眼光啊！因為呢個就係新天地設計師幫佢設計，所以你嚟到咧，好有呢個上海新天地嘅感覺。跟住 Andy 哥話：第一次見面請我去食新疆菜。OK， 我哋睇下先。嚟到呢間新疆菜啦，咁啊 Andy 哥包曬成間餐廳俾我哋啦。其實講笑，點解包唔係包曬？係因為咧，我哋頭先咧去拍片去睇樓，所以嚟得咧已經好晏噶啦。咁基本上得翻我下午茶啦，變咗。咁本來有啲新疆姐姐咧，本來等我哋等唔切都走咗啦。不過唔緊要，我哋唔使睇新疆姐姐。我覺得咧，同阿 Andy 咧 ，Andy 哥係傾偈咧，真係學到好多嘢。所以咧，真係唔係拍馬屁嘅。咁我咧係奉勸大家咧，因為跟住落嚟未來幾個星期，我哋會介紹珠海嘅幾個樓盤啦。但我覺得嚇，你哋唔中意睇樓，唔想買樓，你都唔該 fast forward 到最尾聽下 Andy 哥講嘢，因為佢睇樓又好有經驗，喺大陸做生意好有經驗，所以佢每一次咧，佢都會滲下佢點樣睇呢個樓盤啊，有啲經驗喺度嘅，有啲好精簡啲 conclusion 喺度嘅，啲發展商點樣開價，佢預期會點樣開價，佢點解咁樣開價，呢個樓盤點解你會介紹，點解靚喺邊度，佢一針見血。係講俾我知，我仲蒙蒙查查啊！呢個樓盤好喺邊度？呢個咯，唔係咯，你睇唔睇到咁樣咁樣，所以好正嘅。所以同佢做即係做訪問咧，係學到好多嘢。首先啊，多謝 Andy 哥嚟到同我哋合作啦。不過首先講下呢個頭先係富華里呢個商圈嚟嘅，係咪？係冇錯。係咩地方？嗱，咁我哋喺呢個位置咧，就係成個珠海嘅中心區啦。等陣我哋出去睇下啦。其實就出邊好多就餐飲啦。其實呢個有少少似上海新天地嘅。係。咁你見到其實因為點解咧？個設計師都係上海新天地噶嘛。咁啊，同埋呢個就即係有寫字樓啦，我哋公司都喺隔離㗎。佢公司喺呢度嘅。咁另外有Pullman 嘅酒店啦。Pullman 嘅酒店五星級嘅啦。咁啊，所以變咗其實即係傳統嘅一個綜合區啦，又有商業，又有寫字樓。誒，佢仲有公寓嘅喎，呢度。OK。佢仲有兩棟公寓㗎。咁離我，譬如我哋跟住落嚟介紹嗰啲樓盤咧，有幾遠啊？譬如離去嗰個唐家灣。頭先唐家灣，我哋過去大概係廿分鐘到啦。廿分鐘。咁其實呢個位置咧，你去任何區域咧都係好方便。譬如我頭先講唐家灣啦，咁另外我哋去金灣啦、航空新城啦，咁其實都係廿零分鐘到嘅。咁你去到長隆，因為佢條好多路咧，其實啲年紀咧。個路網越嚟越方便，因為點解咧？就迎接將來，就頭先講啦，深珠通道同埋港珠澳大橋同埋深中通道，所以嚟緊其實珠海咧成個佈局咧係連埋一個大灣區一個樞紐嘅。係啊，不過咧頭先咧係揸車嗰陣時咧，阿 Andy 哥咧就話其實珠海咧係好受國家領導人嘅寵愛，點解咧？佢話。
珠海的人口是大灣區排第幾呢？尾二。GDP 是多少？人均？講你都不信。人口只有240萬人，其實很少。但 GDP 呢，上年差不多去到$25,400，基本上整個大灣區排第二，就是僅僅落後於深圳。講都不信，即是深圳 number one GDP per capita， 第二就是珠海。珠海如果人均 GDP 來計，是全國排第四。OK， 你說啊，珠海是不是很有錢？ GDP 怎樣計的呢？就是計基建。即為什麼他說是受寵呢？就是很多國家的基建擺在珠海抌本的，你基建多少錢的話，跟著攤分到人均 GDP 的嘛。所以 GDP 為什麼這麼高呢？就是國家非常重視這個珠海的發展，他才可以去到人均 GDP 去到 next to 深圳。他人口都200多萬，所以你看到國家的一個支持。而且我們遲些就會跟大家說，他們直接有些樓盤是預埋起地鐵的，是下面是預埋有地鐵，現在未有的地鐵。那為什麼預呢？你不是說起地鐵就起的，你要超過300萬人口你才起得地鐵。那有些樓盤預計了就來會通，所以你看到整個珠海的規劃發展是很快。因為你整個城市定位，舉個例子，就是我們經常說是珠海北站。其實珠海北站以往如果沒有這個站點之後，即是沒有高鐵，那你開車去廣州可能要接近個半到兩個小時。現在你坐高鐵，其實你去到這個廣州南站30分鐘而已。所以接下來其實就是通過這個，即是我們說珠海的東面就是深圳香港，港珠澳大橋、深珠通道，包括這個深中通道就打通了。另外你還有這個高鐵，你去到這個城軌，接下來廣州的地鐵也都會延伸到去珠海。其實可以看到城市就是我們自己定義的，但是在個人口流動呢，其實慢慢個城市已經係叫做邊緣，即係叫模糊化咗噶啦。係啊，我覺得係。我有啲肚餓，你不介紹啲新疆菜有啲咩？你識唔識㗎？嗱，咁啊，你好似下邊啲人幫你叫嘅啫喎。嗱，因為其實我喺你冇誤會，唔係我哋兩個人食咁多嘅嚇，我哋成個有阿 camera 哥哥啦，有佢幾個同事咧，係成扎人食咁多，唔係我哋兩個食咁多嘢嘅嚇。呢個咩嚟嘅嚇下你？嗱，所以威嗱有個特別嘅，呢個咧就係烤包，即係咧基本上咧。外面有包啦，裡面咧就羊肉嘅，好正噶！整一啖先啦，你好正噶！哇，嗱，聽到啊，哇，脆卜卜噶，啊，非常好味，仲好特別喎！嗱，因為今餐咧就我哋主食啊，即係我哋國內嘅主食咧，羊肉啦，咁啊，另外咧有啲麵條啦，嗱，呢個就係番茄雞蛋配麵條啦，呢個咧就係呢個大盤雞啦。新疆的特別菜咯，係啊，特別菜嚟噶。咁啊，另外呢個咧就係新疆嘅雜菜啦。呢個係酸菜炒麵條啦。炒嗰個粉條。粉條啦，係啦。咁啊，當然咧，仲有個主菜味嚟嘅，因為時間問題啊。嗰個係番薯葉。番薯葉。咁啊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嚟到新疆餐廳要食咩啊？手抓羊肉。係啦，咁啊，因為仲煮緊，正唔正？你揸去食咯。好啊。唔得喎，你講嘢。好啦，你嚟啦。呢個咧，呢個湯係咩啊？嗱，呢個咧就係哈薩克嘅。薯仔湯，咁啊好地道嘅，因為都係同珠海有少少關聯嘅。其實珠海咧，因為就近住沿海啦，其實都好多我哋個北方人啊，都好中意嚟珠海。點解同深圳有少少唔同嘅？因為深圳即係北方人去深圳咧，就諗住做生意嘅，真係諗住去我去嗰度工作啊，去做嘢嘅。咁啊有部分嘅北方人咧嚟到珠海咧，就可能有少少當度假或者個節奏都慢少少噶，如果你有感覺啊，有海啊，好 relax 啊，係啦，有江啊，成個好，所以北方北京人嚟中意嚟呢度，冇錯，嚟到度假買樓，係，而唔係去深圳，深圳係做生意。同埋點解咧？仲有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房價有差別啊嘛。咁你呢度你深圳你差唔多均價去到50,000+一平方，咁你呢度都係講50,000+都買唔到咩？買不到靚嘢㗎，買唔到靚嘢。咁但係你即係數過嚟講就20,000+就係珠海，咁啊都有個差異，所以變咗就係、是珠海係一個宜居城市咧。得，我唔講珠海啦，我哋今日唔係講樓盤，我今日咧揾阿 Andy 哥出嚟咧，佢今年25歲，係中廿五對，佢中聯做咗28年。
咁啊，我想問一下你中年一路都係做，即係喺香港做，又話喺邊度做？其實我就一畢業咧就喺香港中原做，咁啊，但係當時咧就即係93年嗰陣時咧，其實就有一波熱潮嘅，即係當時好多嘅國內樓盤，如果大家有印象，可以睇翻啲歷史啊。我未出世嘅。係啦，咁所以你要睇翻互聯網睇歷史啦。93年就好多啲國內樓咧就攞落香港賣嘅，因為大家都覺得嗰陣時即係有個熱潮就係喂喺國內買樓啦。93年已經有㗎啦，當時。雅居樂啊，碧桂園啊，其實當時係好流行嘅，包括深圳啊、東莞啊，有啲樓盤攞落香港賣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94年咧就係國內嘅宏觀調控第一次嘅，咁啊其實經濟就開始出現問題啦，亦都有部分咧樓盤開始爛尾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啊，所以個因為你個經濟開始叫做減退啦，咁另外就熱潮啊減退咗。咁啊變咗我哋就即係成日老闆同佢講啦，無路可走啊，咁啊變咗就迫於就翻國內啦。OK，咁所以我就應該係94年就翻去啦。冇錯冇錯。所以咧，其實嗰陣時 Twinkie 同我講，佢都話啊，我最初都唔識你啊嘛，咁佢話你一定要同 Andy 傾下偈啊。Andy 基本上喺香港行內，你話即係我哋做 agent 嘅行內咧，你提 Andy 個名咧係冇人唔識，因為佢跑大陸係成個。跑得好早期，佢對大陸成個房地產係好熟悉，所以點解我就揾阿 Andy 哥嚟同佢拍檔。九四年到依家，你見到啲咩變化？即係喺你個行業，你嗰陣時點樣？你係賣俾香港人嘅，因為係賣俾大陸人嘅你嘅 customer。嗱，咁我哋因為我首先翻嚟咧就翻咗深圳先嘅，因為九四年咧就臨近當時嘅九七回歸啦。咁其實咧就當時因為諗住就係九七回歸，應該咧就好多香港人就會去國內買樓。咁國內買樓第一個肯定係深圳啦。咁所以其實當時咧就我哋個主打有兩個市場，就係將深圳嘅樓攞落香港賣。咁第二樣咧就亦都賣翻俾本地人。咁但你發覺咧，其實咧就香港人當時買國內樓咧，其實都係有少少膽戰心驚，因為覺得哇，九四年我都唔敢買。係啊，咁當時同埋當時個社會環境其實都唔係咁安全嘅，講真㗎。啱。即係你成個嘢，大家都覺得可能翻大陸買。係咯。嗰陣時人民幣好平㗎啫，貴過。調翻轉㗎，唔同而家㗎。係嘅，唔同而家咯。所以而家嗰陣時成日講話八折買樓，而家調翻轉㗎，而家就我哋國內啲即係國內啲買香港樓就買八折啦。咁、所以其實就都幾得意嘅。咁可以見到個城市發展咧，其實係幾犀利嘅。我舉個例子，深圳當時咧有個叫做濱河路啦。如果你離開深圳都知嘅。其實當時濱河路冇嘅，我哋講咧去到福田、上海賓館咧冇路走㗎啦。基本上啲路咧係爛路嚟嘅，咁我哋嗰陣時話，因為我哋公司喺羅湖啊嘛，有時要去南山做嘢，即係而家講而家好 hit 嗰啲前海啊、後海喺南山啊。當時喺羅湖啊，搭車過去要2小時嘅，一條路好爛嘅。咁但係當然而家梗係唔係啦，而家哇，噓一聲就去到，咁啊唔知去到喎，仲整埋呢個深圳灣口岸。當時好得意嘅，咁我哋有時都要翻香港有啲工作噶嘛，咁啊大時大節咧一過關你就慘啦。好多人咧就湧曬喺啲關口，我記得排隊啊，係啊，排幾個鐘啊，排到你唔想翻嘅。你嗰陣時係你嘅 client 係香港人多啲，或係大陸人多啲啊？我哋開頭咧就係香港人多啲嘅。哦。咁但係去到99年之後咧，因為咧就其實就我哋做咗本地化啦，即係其實發覺舉個例子，深圳當時香港人買大概係佔5%到啦。其實發覺原來95%咧都係本地人嘅，咁冇理由。本地人生意我哋唔做噶嘛，所以我哋慢慢就先講咧，分兩條路，先做香港人生意，慢慢就本地化，做埋國內人生意咯。但係你依家個趨勢咧，係咪依家多咗慢慢開始多咗香港人買啊？即係過去嗰5年或者10年多咗香港人入去大陸買嘢。其實個比例就冇增加，不過個質量就增加咗。因為其實以往咧就買國內嘢、買深圳嘢，大家覺得買平啊嘛，即係諗住我100多萬就買個房噶嘛。咁但係呢幾年你都知道，其實深圳個樓咧係升得好犀利，特別喺新區、前海、後海。反而呢幾年個變化係咩咧？係有錢人嚟深圳買樓多咗。咁我諗點解？因為係個經濟發展好啦。其實你見到其實深圳、後海、前海。好多啲新嘅叫做科創企業啊，好多 PIPO 企業咧喺曬嗰度。
所以你是整個你，譬如你去到北京、上海、深圳，你全國來講，你最看好的城市是什麼？我最看好一定是大城市，就是北上廣深。選一個？那選一個一定是深圳咯。我是這樣說，我 on air 都說，我是看好深圳。如果你未買過，麻煩你深圳買一個。但是呢，觀眾說我300萬可以買什麼呢？我深圳300萬買不到，500萬都未必買到，是不是？都未必是的，因為問是嗎？看自己的取態咯。因為點解嗱？而家咧就新房咧，其實個價錢咧平均去到50000多。咁但係當然啦，你核心區嘅可能去到講個80000啊、100000元啦。你仲要抽喎、啊？咁但係有啲偏遠啲嘅。哦。咁啊，有啲可能係東面啊、平山。光明啊，平山。光明、啊。光明都貴，光明都貴啦。光明二手都要80000啊。嗱，咁咧我成日講咧就深圳就東西好分明嘅。嗯。旺咧就旺西面嘅，東面咧其實咧都係個價有少少低洼嘅。嗯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就東面即係邊啲區啊？東面就係平山啊、鹽田啊、蓮塘啊、羅湖嗰邊一直個叫我哋叫傳統嘅居住區咯。嗯。咁你所以你見到其實好多企業咧都係向西嗰邊。係。咁所以其實啱㗎，你話喂300萬、500萬。新區就未必有咯，你要去嗰邊咯，佢可以去嗰邊咯。咁讀仲要抽添，可能就係。嗱，啱啱咧就有個時機啦，因為呢段時間咧就啱啱啲個幾月啊，因為深圳有疫情啦，咁另外加上而家就係呢個政策就收緊咗啦，特別喺銀行按揭嗰度啊，同埋如果大家有聽到啊，深圳做咗一個二手指導價，其實呢段時間咧個成交量係開始 slow down 嘅喎，係啦，係啊。所以我成日講咧，即係其實就買樓要有準備嘅，即係千祈唔好就係趁熱潮。嗯、啊，見到你買我買，其實我成日同啲即係朋友或者客户講咧，就話你首先要了解個城市先。嗯、你中唔中意個城市？嗯、你中意個城市唔係嗰一日中意嘅，嗯、應該係做好多研究嘅，譬如睇佢啲人口啊、結構嗰啲嘢。咁你嘅意思係依家 slow down 反而有機會啊？冇錯，永遠都係嘅。嗱，因為咧就而家嗰個價錢同埋個成交量開始回落嘅原因咧。是兩樣嘢，一個是政策，第二個咧就係嗰個疫情。咁、但係咧，我成日講咧，個樓價應該係同當地嘅經濟掛鈎嘅。經濟好，樓價就唔會點樣大。所以你覺得係依家深圳嘅樓價有回落緊，所以反而香港人可以留意。嗱，冇錯，因為點解咧？其實因為整個大灣區咧，其實政府都鼓勵更加融合嘅。咁、我哋舉個例子，其實本地人咧，如果喺深圳買樓咧，係要交5年社保噶，系啊！香港人喺深圳買樓咧，係唔使交社保噶，唔使交嘅。點解咧？因為第一套嚇，一套。第一套唔係一套夠噶啦，淨係買一套。一套夠噶啦。咁啊係，一套夠。咁所以我成日講，其實政府呢個行為咧，就係想更加多啲嘅香港人過嚟深圳同埋大灣區買樓。咁、所以咪有政策支持咯。咁、但係當然啦，你話喂呢、這個政策會佢幾耐咧？咁都係咁噶啦，人多咗佢咪會收咯。其實我想問你咧，依家深圳個樓價回咗，因為我知道咧嗰、那個信貸緊咗啦，又有指導二手價。我見到直情有啲傳媒話，因為指導二手價，啲人要劈價100萬，跟住啲 agent 咧就唔知好慘啊，係咪咁嘅情況噶？嗱，兩樣嘢，第一個咧就有個別業主係會劈價嘅，因為講真即係可能係資金周轉啊，咁、但係咧就有時傳媒又好或者我哋 agent 都好咧，就將佢放大咗嘅， okay. 因為你吸引焦點啊，咁但係你實際嚟講咧，其實就成交量係減少咗，不過我自己對個價咧就唔會太擔心，因為畢竟咧而家個情況有少少唔同咗，因為買樓同埋嗰班業主咧相對有實力。即係變咗就唔會突然間喂供光太犀利，即係變咗佢就唔會好大範圍劈價咯。價格有幾多少？5% 回落。5% 到啦。OK。所以可以係大家可以睇嘅。即係唔同以前就話你連睇都冇得睇，點解咧？你唔買就俾人攞咗。啱啊。咁你變咗如果話有得睇。嗱，所以永遠都係咁嘅。你個價開始回落或者有少少向下走咧，啲人就唔會買嘅。啱。就會買成日叫買追就唔買跌。咁幾樣啫嘛，但反而我調翻轉我話，應該係佢跌到差唔多或者開始跌咧，你咪多啲時間去睇咯。明白，喺成個
即係你覺得成個大灣區你最睇係深圳啊嘛，係咪？即係香港人可以買一套啊嘛。係。跟住咧，你哋阿施老闆嗰陣時，我訪問佢，佢話佢嘅成個中，因為你睇成個中國噶嘛，你係 VI 即係副總裁啊嘛。係。成個中國係咪大灣區咧？係佔你哋嘅成個中原嗰個房友圈係最好生意嘅。嗱，我哋成個大灣區佔咗成個國內五成到啦，因為大灣區佔咗五成。係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就得益於施老闆啦，因為香港中原做得好嘛。哦。咁你香港中原做得好，咁其實對成個大灣區嘅品牌咧係有幫助。嗱，老實講，我哋啲行咧其實都有好多公司做得唔錯嘅，譬如貝殼啦，貝殼都做。譬如呢個易居啦，咁其實佢哋反而每個地方都有唔同嘅公司做得好，咁我哋因為靠咗香港嘅支持啦，所以成個大灣區係唔錯。嗯，所以你覺得我哋之前睇嗰啲傳媒話咩劈價100万，跟住代理好慘啊，咩幾個月都冇糧出，嗰啲係有啲誇張係嘛？劈價咧係個別例子，但係咧成交量跌咗，確實係影響啲 agent 成交量二手啊。比呢個春節前，因為有個小陽春嘅，大概係跌咗7-8成度。7-8成？係啊，成交量。成交量。但你都係睇成交量先揾到錢噶嘛？你哋。係啊，咁啊正常嘅，因為點解？而家你政策又出嚟，咁你加上疫情，咁但係我都唔係太擔心嘅，因為點解咧？第一疫情早晚會過去，咁第二樣咧，其實政府唔係想推冧個樓市啊嘛。政府係唔喂你唔好咁癲喎，你唔好升到咁誇張，係真係好癲。而唔係話政府話喂我要你跌啊嘛，所以兩樣嘢嚟嘅。係啊，其實係嘅，即係講真啦，因為我喺深圳，大家都知道我喺深圳有投資啦，同埋我喺深圳住咗差唔多成年啦，我對深圳成日比都算了解嘅。咁好公正嘅講一句，你深圳個價落得去邊？即係佢嘅 demand 係好強。即使是香港，頭先阿 Andy 哥講，香港有錢人其實講俾你大家知，我識嘅威嚴大義嘅嘉賓，我訪問嗰啲股票嘉賓，其中一個咧，都最近想喺深圳，我覺得係成年前想喺深圳買，佢抽唔到喎。佢話：哎，深圳咁難嘅，即係呢啲我訪問嘅威嚴大義嘉賓，佢哋係有錢人嚟嘅嚇，唔係我呢啲係有錢，即係 Andy 哥嗰種。你客氣啊，梗唔係啦。佢哋都係買緊深圳。OK， 所以你就睇到嗰個 demand 喺度，即使你話回，你話會唔會回個3-4成，啊回個50%，你先買咁。唔好諗啊！我諗你就真係唔信你過多兩年睇下我哋講得啱唔啱。下一集咧，我想講下咧，即係 Andy 哥咧喺呢度大灣區咧，咁有經驗咧，即係究竟發展商佢嘅有咩變化，同埋我就想問下佢譬如香港依家有啲。都賣得很好啊！佢又點睇啊？即係成個發展商，即係佢對於發展商好熟嘅。我想下一集再同佢傾下偈。好啊，唔該曬。OK。